明天就是腊月初八，明天要煮腊八粥啊。今天是初七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老娘她要先把这些八种这种粗粮泡起来啊。黄色的就是玉米，黑色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谷物，反正好像是八种，是吧？嗯。我先把跑的不是闷儿，急不是不是啊，对对对对。谷件够啊。嗯，妹儿还掺米了，还掺别的了。哦，还掺米。这这不剩的，我先把它搁到这儿泡。哦。这不好煮的，不好煮的。先搁这儿泡的。搁这儿泡。爸，你看我买来了一个这个一块钱的糖。那什么？叫做烤上音乐糖，你信不信？啊？你在哪里买的？那个二三的那个店，听一下。嘘。然后它还可以调节声音。哦还有这样的玩意儿啊，好好玩！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多少钱买的？一块钱。我感觉我赚了。啊，今天来，你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下，今天为什么会给你买糖？今天那个回答问题，然后呢也没有抓到我那个上课玩的东西。其实老家真的是可以买到很多一些。就是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啊，小泽其实蛮喜欢回老家的。以前小虎叔叔他们家开店，那些玩具啊又好玩又便宜，小虎叔叔老是给他算的非常便宜，一块钱的玩具买一大堆。小虎叔叔就是妖姨的儿子。对。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，太阳很大，我们腌的两条鱼来来拿出来晒着了，这边晒衣服，堂妹也在这里晒太阳。啊？堂妹回来弄得好脏啊，今天要给她洗个澡。哦、而且她还有。嗯、啊，奶奶在这里晒太阳，嗑瓜子。小泽今天上午的语文和数学网络上已经考试完了，跟他两个的小伙伴玩的不亦乐乎啊，在打牌在。为啥还没到我？我也坐着晒太阳在，因为有太阳的话就不用烤火了，太阳的温度晒的还是挺舒服的。堂妹，天空任鸟飞，大肠任你睡呀、啊，堂妹。看着我们晒太阳，外面好暖和，这里面的小朋友自己搬桌子，自己搬板凳，出来晒太阳。我就是小板凳，因为我们比我比你高。我不要，我在这等你。那我不管是吧？我来。我不坐，我坐在这儿。坐着，坐着，可以。看小狗子。我要不行，你咋没狗啊？啊，我起来了啊，我起来的晚一些。老娘跟鸡婆在晒太阳啊。农村冬天呢，就如果太阳特别大的话，就晒着特别舒服啊。他们两个怕晒黑了，所以都背对着太阳。啊，我不怕，所以我是迎面太阳。哎，你们怎么把鱼晒起来了？肯定要晒啊！这才三天呢，要腌四天。哎，时间还没到，他们就把鱼晒起来了。你看，农村太阳充足，晒鱼就是好。这，哎呀，这鱼都轻了不少。哎，鸡婆。哎，听说街上又开了一家重庆小面呢，帮我们去看一下。啊，那个说的。哎，你上次去的那一家，其实后来老娘他们说并不好吃。不好吃，对，他们推荐去那个公园对面的那一家。走，我们去吧。可是我早上吃饭了呀，你自己去吃噻，你还要把我喊一起，你自己去吃。走走走。去。走，一起一起。走吧。虽然没多远，还是要开车去啊，因为街上呢，被楼挡住了，没有太阳。特别特别冷啊！嗯，重庆没有肥肠是吧？嗯，啊，来个牛肉的吧。你们几点下班呢？这怎么就下班呢？啊，下班晚一点就没有。是的，老家的，老家的重庆小面。你们是重庆哪里的？万州。万州的。哦，万州。啊，这种面呢，细面呢，有没有那种宽宽的扁的？没有，都是细的。反正从我们这里去重庆，必须要经过万州啊，是吧？
对，从昨天上去吃。我们去年从西藏回来，是不是？先到的万州，后来到的蒲县。对对对。对吧？对，就有那种扁面就好了。这边吃的人少。这是重庆小面，这就是小面。吃的少，就没烤了。我喜欢吃那种扁面。哎，不过万州离重庆还蛮远的呀，啊。高铁2个小时就到了。你们早上几点上班呢？几点开门呢？有吃的话要6:30到7:00才有吃的。哦，6:30开门。等于说1点关门啊。差不多吧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开业的？今年。今年几月份呢？3-4月吧。啊，3-4月。3-4月份啊。4月份开了。我们上次10月份回来都没看到，没看到你们这里。哎，那他们一来是不是秒杀了那街上的那些老商店？是，估计是的。你们是父子两个人吗？嗯。牛肉，只有牛肉。哇，看起来不错哎！哎，我明天早上要在这里来吃，让小德也来。真不错啊！农村啊，我们农村老家居然还开了这种重庆小面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我估计他们一来，把我们街上那种原始的、我们本地的那种早餐会全部秒杀。对。来，进吧，吃个牛肉来。看看这牛肉怎么样？麻辣牛肉。今天本来季伯要回去的，因为丈母娘前前后后也打了5天了啊。对，有没有？对，今天第5天。嗯，今天第5天，季伯准备回去送丈母娘回去，但是今天医生又说啥？再打一天。啊。嗯，再打一天，然后就明天我们回去。你妈她自己感觉怎么样？好些了没？咳嗽好多了，那比那几天我们回去的时候那状态要好多了，但是呢还是会咳嗽，因为说白了他打的药其实就是消炎药，然后再开了一点止咳药。以前我们吃这种只能去隔壁的县城啊，县城都少，现在没想到在老家的镇上都能吃呢。哎，那两个妹妹要是在老家天天都能到这里来吃，这是他们喜欢的味道。真的吗？我估计是的，他们不知道吗？3天2头应该回来吃吧。那小笼包也有，炸酱面、肥肠面。那大妹妹不是喜欢吃肥肠面吗？肥肠面。还有抄手。你说的一份啊？你说你们两个吃一份啊？两份。啊，一份啊。我听你说，你说你两个吃一份。我就只补了一份晚饭。相对于我们这边比较寡淡的早餐呢，它把它味道比较重。